今集尋找拉卡的故事呢就 kind of 是一個前傳啦。咁點解咁講呢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其實我開始呢一個嘅 channel 呢，我真係想同大家純粹分享一啲攝影上面嘅資訊啊，攝影上面嘅心得啊，或者係攝影上面嘅交流啊。因為 Sony 機身或者係 Sony 嘅產品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工作上面嘅工具嚟嘅。如果我可以更分享更加多 Sony 上面嘅用法呢，我會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分享項目嚟嘅。咁所以呢，今集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呢幾年呢點樣用 Sony 機配合 Leica 嘅鏡頭呢去到做我自己嘅影像啦。大家都可能好奇我點解今集咧，我會揾一部相對地舊少少嘅 A7R Mark II 咧，去到做示範啦，同其他朋友仔傾偈咧，尤其是一班攝影愛好者，佢哋本身咧唔係攞攝影嚟到做職業嘅，但係咧又想用一部相對地高像素嘅機身啦。咁 A7R Mark II 而家二手市場嘅價錢咧，其實都真係幾吸引嘅。所以咧，今次咧我都揾翻呢一部 A7R Mark II 作為呢一次嘅示範。有時間街拍，大部分都係夜晚嚟嘅，咁所以咧我就會將個 ISO 設定係 Auto 嘅。咁設定 Auto 嘅時候咧，我甚至乎會設定到佢嗰個最低嘅 ISO 係100啦，最高嘅 ISO 咧係6400，甚至乎有陣時係會去到12800添嘅，就睇下在乎我現場嘅環境，究竟街燈多唔多啊，或者嘅人造光線多唔多啦。配 Leica 鏡影嘅相咧，我大部分都會教佢做黑白相先嘅。咁而黑白嘅設定咧，我通常就會如果好深夜好黑嘅地方咧，我就會用呢一個嘅 contrast 係零啦 ，sharpness 咧就係二咁樣。咁呢個真係個人喜好嚟㗎，冇話標準嘅。咁當然每個人有唔同嘅喜好，你哋亦都可以試下唔同嘅設定去到配合你哋自己嘅需要啦。記錄設定咧就一定要係記得係 RAW 加 JPEG 啦。假設我哋如果淨係設定係 RAW 嘅話，雖然咧我哋而家見到嘅畫面咧係黑白啊，但係因為佢係冇 save JPEG 嘅關係，撈翻入去 Lightroom 啊或者其他嘅軟件當中咧，佢都係會做翻一個彩色嘅 version 俾你咯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想要有一張黑白相係直出嘅話咧，就記得要喺個設定裏面咧。你 save 嘅咧就係 RAW 加 JPEG 嘅設定啦。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啦，就係關於我點解會製作呢一個尋找 Leica 故事。除咗係因為我想去認識 Leica， 或者係接觸更加多嘅攝影師或者係一啲 Leica 嘅專家之外咧，呢個其實亦都係我嘅興趣咯。我覺得可以透過 YouTube 呢個平台去到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攝影上面嘅業餘嘅嘢咧。我會覺得可以平衡翻我響攝影工作上面嘅嘢嘅，但不過你會覺得好奇怪咯，係咪啊？因為我搞 YouTube channel 其實更加忙啊嘛，令到我自己。但係我會發現同大家去到分享嘅時候咧，反而開拓咗一種比較單純嘅分享攝影嘅關係啊。坦白講，你哋嘅 subscribe 咧真係對於我嚟講係最大嘅支持嘅。今次咧同長嘉影仲有一支90mm 2.8 嘅1960年代嘅鏡，究竟我用呢一支鏡頭配合我 Sony A7R2 嘅機身，影出嚟嘅嘢會係點樣呢？
集咧，同大家分享關於呢一個 Sony 機身配合我呢一支同場加影嘅 90mm 2.8 嘅鏡頭咧，就到此為止啦噃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